哋呢個主席咧，就即係個賣相係好可愛嘅，你睇唔睇到啊？即係啲人好難將佢同一個暴力政黨咧拉上關係嘅。你望下佢嘅樣邊一忽，即係似係一個暴力政黨嘅領導人。你哋話俾我聽，咁可愛，個樣啊咁卡通係咪啊？所以有啲人話我哋暴力政黨，而家啲民主派日日喺度揼我哋啊！咩爛仔文化劃清界線，你早唔同我劃清界線，神早都係爛仔文化嘅咧，係咪而家先講？但係我哋啲候選人有碩士、有博士候選人，係嘛？有呢個醫生、牙醫係嘛？家庭醫生乜都有係嘛？有啲財經界未來巨子係嘛？喂，呢個精算師嚟嘅係嘛？爛仔真係噏得出啊噏係嘛？不過唔緊要。我哋禮拜日呢個集思會嘅主題咧，就十個字，叫做艱難做時勢，風雨生信心。我哋而家係好艱難，但係呢個艱難係俾我哋重新出發一個最好嘅契機，啱唔啱？古人都有講：因憂啟盛，多難興邦，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。所以越係艱難，我哋係越有機會翻身㗎嘛！艱難做時勢，風雨生信心。大風大雨，我哋嘅信心仲要更加堅強嘅，啱嘛？有啲 fans 同我講：，哇，鬱敏好唔掂啊，而家俾人揼到屎扁咁。我有一日 send 咗個短信俾一個喺電台節目度即係夾下我哋嘅人，但佢嗰個就比較即係客觀啲嘅。咁我 send 咗短信俾佢咩呢？我話咧打落水狗很容易，被人人喊打不容易。大舊提醒我，在香港的政治歷史上，從來沒有一個政治團體是被人咁樣立體式鋪天蓋地，不分左中右一齊揼你嘅。在香港的政治史上是找不到的，大佬寫文連都有人幫他得，寫文連都可以得的，都可以入嚟泛民的，我們先談下，我們就不是了，是吧？所以風雨是生信心，這個是我們禮拜日集思會的主題，叫艱難做時勢，風雨生信心，歡迎大家參加，好不好？不過呢，那裡座位有限，我哋62候選人，每個第三個團隊就36 18 180，再加60多人就200多，嗰度最多裝300人，所以我哋留咗50位係俾嗰啲非候選人同埋非助選團成員嘅人參加呢個集思會嘅。如果大家要參加咧，就呢兩日好快啲報名啦，好唔好？好。嗱，我哋嗰日集思會係分成3部分，第一個部分咧。那個主題叫做痛切反省，認真檢討8個字，痛切反省認真檢討，就是講整個運動究竟我們的失敗的地方在哪裡，還有給我們每一個候選人都有機會講2至3分鐘嘢，講下他自己的感受和意見，甚至抱怨都可以。有些人可能說，唉，不要那麼多人選就好咯，是不是資源集中一點，說怎樣都是追擊是政治運動，30個都可以，為什麼要搞62個？那你這個就問陳偉業了，不過我支持OK。陳偉業做好笑的，出下一屆我們120人，你吹啊，咁呢一個部分呢，呢一個痛切反省認真檢討呢部分呢，個主持人呢就是我們偉大的主席 OK。 咁佢會發表10分鐘的引言演講，然後呢就大家一起討論。第二個部分呢就是由大舊做引言人的，那個就是呢我哋同心同德，重新出發，就係我哋前瞻未來，人民力量點樣走落去？咁呢個咧就大舊做引言，咁佢寫咗篇文章，我哋根據佢篇文章裏面提出嗰5點，就分成5組討論。
每組我哋揾一個我哋嘅執委嚟做主持，咁呢個係第二部分。第三個部分咧就係、是、一個總結討論，就小弟做主持。咁呢一個集思會係由上午十點鐘至到晏晝五點鐘，中間有一個鐘頭 lunch time， 分兩 part， 即係喺呢度同大家報告就係、是、我哋係好仔細、好認真去檢討呢一次運動。我想喺呢度同各位講，我哋並冇因為呢一次票債票償嘅運動失敗而感到氣餒，所有我哋嘅核心成員都仍然係在艱離例，即係話喺艱難嘅時候，我哋嘅鬥志仲係更加強嘅。所以喺度今日呢個晚宴，我哋好多謝大家嚟參加，我哋又請主席為我哋舉杯。簡單的祝酒儀式，多謝大家過去這段時間，多謝大家過去這段時間對我們的無私的貢獻和支持。雖然現在很艱難，但是我們都會繼續奮鬥。多謝大家，一杯。大家吃完嘢咧，中意唱歌唱歌，中意出嚟做棟篤笑，做棟篤笑都。